泰旅游，它其实它包含的层面也很广，就是客人来我们这边玩，享受我们这边的空气环境，然后我们这边的文化。那客人来这边其实就有一线生机嘛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农作物啊，或者是像这边的产业以咖啡为主，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产业都带给客人，让客人有机会就是替部落增加一点点生存的机会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做这个培力计划今年算是第三年，也算是有一定的成熟度。在德文部落的产业中啊，最知名的就是德文咖啡啊。咖啡种植面积仅27公顷，产量大概5公吨，数量少，品质好啊。所以来到德文部落参加生态导览行程，重点就是要喝到咖啡啊。